1207神灯。今天来到蓝桥远东百货汤姆熊欢乐世界的通玩机，今天我们跟着400家属北区的一起团练投篮机，今天是儿童节，是北区的团练。我先介绍这一位是来自高雄的，也是世界冠军151周神。哇，差一点点。他是163，是来自新北市板桥区的，也是世界冠军。加油！哇！啊，这一位是来自高雄的197，他的女朋友是212。加油加油！600，哎，不错，600。那再来是这一位是400明星家族的执行长011，也是拿过冠军的，也是世界冠军，女子组世界冠军。那他的儿子是006，对，他是从民国93年练到现在了。认证过，1993啊，对啊，1993，93年认证过，哇，不错哎，607，换下一谁？好，接下来这一位是212，那他的男朋友是197，他投的还不错，加油加油！你手指在干嘛？还不错哎。接下来这一位是我表弟，然后他的英文名字叫 Hank， 然后在学校打篮球也打得很好，篮球快超越我了，因为我打篮球已经太久没有在篮球场上投篮或是打篮球，所以呢，我篮球就可能比他还要差。不错哎，篮球队的好像也投得不错，430。这位是未来之星的李怡俊，那他本来一直以来都是左手投篮，他最近才刚刚练右手而已，没多久而已。他左手因为受伤，所以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持续在用左手，所以他就换右手。不错了，不错了。换我这207神歌挑战看看，看可以多少分。好累啊。我可以先介绍我刚刚投篮的感想哦，手蛮酸的又蛮累的，不过这个球也蛮硬的，就是不太好投，然后就是有点烫烫的。那说说看你的感想呢？什么？哎，好害羞。那执行长说说看你投篮的感想如何？没有感想。没有感想。他说看你的感想是什么？走了，又走掉。很现在去问163的感想。哎、欸，表弟，你的感想是什么？刚刚说说看。啊，就很普通啊。普通哦。从小一起。不过你进步很多了。欢迎九七回来了，耶、yeah ，还是一样。说说看你的感想是什么？刚投篮感想，我觉得207的话有点多。啊，你的感想呢？对啊，不过你不错了啦，最近有在练右手。那就待会等163。163要不要说看你投篮的感想？投篮的感想？投来就投。是、啊。
两关六五一。不过虽然大家是没什么感想，不过投的都不错啊，希望下次也可以继续努力。四百明星加油，我们台湾队加油！好，谢谢大家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，下次见，拜拜。